新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天安微七频道赛事直播栏目，我是王湘云。今天很高兴呢，和赵守勋五段一起为大家讲解，围甲联赛第十四轮，由这个由陈耀烨执黑对十月的一局棋。那么，赵老师你好。啊，湘云你好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这里跟大家见面呀。是，那个赵老师感觉很久没有见到你了呀。啊，是，最近稍微有点忙啊，忙一点自己的事情。哦，这样。好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，今天也是，有机会啊，讲解这么精彩的一盘棋。嗯。十月跟小强应该都是，目前咱们中国国内最炙手可热的两个年轻棋手了。对。都是今年的世界冠军，新科世界冠军。对对对。而且最近这个战绩来看，好像。这两人好像就是不知道输棋，不识输棋滋味啊，有点好像是是。我觉得尤其是这个陈耀烨，对，没输过棋，这个太厉害了。嗯，对。那这盘棋其实，在此之前呢，我们这个在大概2点钟的时候吧，我们那个围棋 TV 网呢也请这个谭笑啊、正在谭名人啊在给我们做这个直播。哦，那这个。赵老师，你是不是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围棋 TV 是一个什么概念？好像可能简单介绍一下吧。这是第一次听说。我和刘星同学我们一起做的一个也是围棋的视频网站。啊，然后呢，这个就不用太多说了。我觉得再多说有做广告的嫌疑，我觉得有点对不起大家哈。我们这么宝贵的时间多看棋，那么今天我想说两句呢，就是说，我们也知道，赛前知道要直播转播这盘棋，然后呢，正好我们，在维 TV 又请到了谭笑。是。本来我是可以有机会跟他好好多学两招，再给大家去讲解。可以借鉴一下。嗯，对对对。嗯。不过后来我一想，我这个虽然人家是名人哈，但是我们，我在 TVC 讲棋这个，我也希望讲出点自己的风格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们也许可以给大家领略不同的风采。对对对，我觉得这个他讲棋是名人，但是不是他下棋是名人啊？但是这个讲解方面呢，我们也可以多提一点不同的建议。是。其实我在一想，我要是听他先听了他怎么讲之后，有可能先入为主了。对对。我这个脑子就完全被他给腐化掉了，我就讲不出自己的东西了，所以说我这个干脆就没听。那么我们这不是就赶紧给大家进入一下？对对对，所以说也希望能够有不同的感受吧。嗯，那如果大家想听听谭名人的讲解的话，可以去我们围棋网站啊，去听听他怎么说。嗯，这盘是耀烨的黑棋啊。十月是二连星。嗯。走了一个这个，哦，走了一个变，这应该说是变形的中国流。嗯，对，这个中国流啊，最近下的已经是，我觉得看了都有点反胃的感觉，对，是不是？大家有没有审美疲劳的感觉？确实是这个一走，然后就挂脚了一点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尤其是发明了点三三之后，不知道是哪个。大神，这绝对是神级别的。这种很无耻的下法，发明了这种下法，嗯，对，在发明了这一招之后，我看大家是各路诸侯纷纷效仿，对对，就是跟风全学会了，嗯，对，所以让这个棋现在变得很单调，很无趣，嗯，那他有一点点，终于走了一个。这个就是非主流啊，对，他其实也是避免了从这边挂角了，就是白棋如果这个时候挂这边的话，黑棋不是宽一些了吗？嗯，所以白棋是不是好像常见的都是挂在里面？就是你这边已经开拆的回忆路了，那我这边开拆的幅度也就可以大一点。嗯，对，我这个理解很深，想要挂在这边。对。看大家看棋谱，其实自己就能体会到，你看为什么走这儿的时候没人挂里面，走这儿的时候都挂里面了，它一定是有道理的。嗯，总之呢，这个是回避掉了一个最主流的变化。现在只要不下中国流，都是非主流。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。这个中国流其实已经火热了很长一段时间了。对对对，中国高手全下中国流。嗯嗯，那中韩高手吧，应该说，韩国人也特别喜欢下。嗯，所以他来个这个，还是。给我们带来点不一样的东西吧，带来点惊喜。十月也是先手脚了，各手各的。嗯，十月的棋风
相信大家对近期啊，对关围棋比较关注的棋友们肯定是很了解。嗯，十月是一个非常暴力的选手啊、哦，对，就是大家给他的这个外号是"场均一条龙"。对，我记得这应该是我最先爆料的，我感觉、哦、原来出处在这里啊。嗯、对，这个他是我们那个很早以前的时候就给他一个绰号，哦、就是至少有五六年前，就是他还没这么厉害的时候。嗯，就说十哥的这个力量太大了。场均一条龙，对，他是这个绰号，就是，说明他的力量极大吧。但是药业呢，好像也不差，我觉得药业也不弱，这个对就纯力量方面，属于是力量也有，然后均衡感也很好，嗯，是这种选手。对，那么，哎，在这儿我刚才看到了一个细节哈，我们看到这个十月，其实十月已经是九段了，因为他世界冠军，哦、对，世界冠军十月九段，啊、对，嗯，对，所以说这也是，但是是前不久刚刚发生的事情，对他应该现在目前现在已经是荣升九段了啊。对，我们先看棋吧。嗯，好。希望它是连片的。总之这盘棋呢，就是两个当今棋坛最红的当红小生之间的一个对决。嗯，陈耀烨呢，刚在前不久又再度击败了李世石。对，基本上我觉得可以说是一种，就是让李世石的信心又再一次的这个。陈耀烨对古力和李世石的战绩都是极其的好。嗯，啊，对古力他也是不知道连赢多少盘了，这个应该客观来讲肯定是实力的体现。而且我觉得陈耀烨他也是非常非常用功的这种选手。就我看他在网络上好像对，哎，反正下得好的都得用功，这是一个最最基本的一个条件，嗯，对吧？但是我说这个古力和李世石这样的选手啊，嗯，你想赢他一盘都很难，哦、对不对？对，更别说他的胜率还挺高的。对，你能一直赢他，那就不得了了。然后他是拿出了这两个人，对，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有多厉害。最近特别哦，这个战绩。我印象中是至少今年是完成对李世石的三连胜了，三连胜了已经。嗯、哦，对。那他们这个好像十六强又抽在了一块儿嘛？对，这个据说抽签之后就是集体笑场，就他俩又抽到一起，太有缘分了。今天陈耀烨是准备让李世石提前退役嘛？我现在是不是想让他提前退休？我这种感觉，直接信心都没有了。对，直接把你杀回老家。嗯，守了个，然后白棋现在是挂角的。啊，这个东西我觉得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吧。我就觉得赵老师有没有一种感觉是后脚跟呢？比如说人家已经守过了，我还挂，我如果是直接挂完可以飞吗？好像还可以。就是大家可以这样理解，如果你不守这个角，你直接去挂角，你挂完了之后肯定是要接着走的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没有说挂了一下之后脱先了呢。是，嗯，他这个就有点像挂完了之后脱先，你的也是我的，我的也是我的，就全走，全是我的，有点不太讲道理的下法。嗯，就不符合棋理的下法。这个要被对方一尖顶哈，就马上变重了，成为人家攻击的目标。嗯、对，所以这个一般来说还是考虑这种地方。嗯，脚上面的、嗯、这几个点。对。嗯。不过十月他有力量啊，他不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有力量的，对自己的智孤也很有自信呢？当然，这个力量不仅体现在一方面，就是他对死活、对棋形敏感。哦，对。所以无论是智孤杀棋，他都厉害。这个是体现力量的一个方面。对，好像计算力现在就成为一个绝对的主导的。嗯，计算力是最基础的东西，其实，但是我个人认为啊，嗯，就是说李世石是力量大也好，古力的全盛时期是力量大也好，嗯，包括现在的十月小强是吧？嗯，都说他们力量大，其实我个人认为力量大是一个超，就是达到一个高度的时候的一个。就是必须具备的素质啊，它不是一个，就是说成为这个顶尖棋手的一个标准啊、嗯哦，我有点明白，好像对这个达到一定水平的棋手都有力量，其实嗯，那为什么十月他能够屠龙呢？对吧？嗯、他能场均一条龙，别人也有力量，别人就不能做到，一个是跟他的棋风有关，他就是他的一种选择啊，遇到复杂局面他是选择杀还是不杀，哦、跟这有关系。嗯，第二个呢，就是跟他的判断，就是跟他的这个水平，其实说白了就是水平有关系。对，他能够想到或者能够选择别人不敢选的东西。哦，嗯，其实他还是水平高，能够把那种我们觉得很难掌握的棋局他能处理好啊。对、嗯、其实不是说纯计算或者纯力量，高手都是均衡的，都是全面的。他其实强是强在他这个综合方面的强，哦、明白一点。像李世石，他也是总就是大家看非常喜欢看李世石的棋哈，嗯，那个他也是这个，
变化非常的多哈。对对，就是他总能选一些就是别人不敢想的变化。是的。一般来说，我们普通棋手可能下一个二三十目的转换，自己心里还有谱。嗯。下个五六十目的转换就不敢下了。那可能对于这种一流高手来说，他们可以驾驭这个五六十目的这种大转换。对对对。但对李世石来说，百目的巨龙他还可以弃，就是经常会看到这种局面。就是他其实还是水平高，对，他就是水平高了，所以导致他可以对更多复杂的变化有着更好的掌控能力。对对对，他这个路就宽了，就相当于他这个路线思路是非常的宽泛的。对对对，他能够看到六七种的这个选择，嗯，别人可能只能看到这个四五种的选择，对对对，就你就比他差这个两条路，相当于是这样的。对，他是这个超级宽带，我们就是一个小区宽带，承载很宽，有时候断线，嗯，但是这个问题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像十月这种啊，它能达到这个高度，它绝对不是说纯靠计算、纯靠力量。嗯，像他挂这个，我们就是调侃他一下，说他不符合戏理或者怎么，他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。对，他还是自己可以掌握的。对对对，他一定觉得这招棋好，他才这么想。嗯。啊。长，好一架，这个应该这招是必然吗？加在底下。哎，你觉得呢？我感觉好像想加高的，因为我们看到他白棋的接下来，就觉得黑棋有没有可能走个高的好一些呢？嗯，这个应该棋风所致吧，我觉得，因为你走高的话，它底下一拖拖就是加加就拱一拱，它底下是容易做活的啊，就是眼位上面给了白棋一些空间。对对对，但走低的呢，自然也有坏处，就是它向外出头就会更通畅一些，这个路就会更畅一些。嗯，这就是棋风。嗯，就是怎么选择都可以，看个人喜好了。对，药业嘛，号称这个地沟流选手，对吧？所以说他更喜欢走低位，走的扎实一些吧。嗯，靠。嗯，对，这个下法反正比较直接。嗯，你走低位，我就出头呗，靠上来。嗯，黑棋最普通的应该是粘上，但这样呢，白棋可能就腾出手来，在这种地方走。嗯，这个好像你再走，我再飞过来。对，就是，马上好像挺轻快的就处理好了。对对对对，就抓不住他了。嗯，实际上，嗯，实战呢，黑他这个厉害，他让你腾不出手，贴着我。对，我如果要是单退一个，那他肯定就一直贴，这个他不会跟你客气。哦，这样我长，是，嗯，甚至是他是不是还要再贴一下？因为这个再贴，这个断点彻底就没有了。嗯嗯，这样黑棋好像这边的形势还挺大的。对，总之呢，你在这儿长一排，基本上是单关，对我影响不大。我在这儿弄一排之后，下边再拆过来，这不得了。嗯，它还是一种判断吧，就是白棋虽然出头了，但是这个单方面逃跑还不一定满意。嗯，这个黑棋不怕。嗯嗯，他就想下成这样。对，或者这样理解，就是他本来要接一个的。接一个下一招棋才能飞过来，就是慢一点。省手棋。对，他这底下不接了，他这一路贴。对。通过这个把这个棋子的气延长啊，你再断什么时候他就一打就把你吃了。吃了。对对对，他还是追求效率的下。嗯，等于是还是比较高效哈，想要。嗯，那这个白棋当然也是跟他同样的道理，不能让你这个子这个气啊延出来。嗯。这样你这个断点就不补了。黑棋这个断也是必然的，这就是谈不拢了。对，谈不拢就要开始战斗了。嗯，跳，这都是必然的。接下来的这两手，我感觉挺意外的。赵老师，你觉得呢？俗手大全，这个棋就一靠，感觉本来嘛想的那连环拳是不是点三三，但是他这个又一贴。他靠能点，他肯定是想点呀。嗯，他肯定觉得这点不了。点的话，现在这个地方人家有度，节奏度过你点不了。对，你这个地方呢又不好意思先损，你比如说你先损断了力，完了就把它尖了，这可能是太损了，下不出手。但这个确实是不能出手。嗯，而且你现在又走不着，这个次序白棋是很难下的。嗯，对，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简单给大家摆一摆，你这个次序非常难下，你如果先把这个损了，比如说这个时候。如果还尖掉，把这个味道全部卖光。对，你如果不尖，就可能尖不着。这个地方就是次序。嗯，如果尖了，哎呦，这个是受不了。把这个损了之后，你再点，它就算了，在外面走走。对，人家就不去阻堵你了。对对对，甚至他是不是能啊，还能打这个，打这个好，还留个冲，大家还能冲过来。嗯，
这个就白一塌糊涂了，外面对，这显然不能看。对，但如果你先点呢，先点一下再走这个，嗯，你再煎，这个就煎不着了。对，人家可能补了。对，就是这个问题，他先吃一下，然后他把这个一补，这怎么补？拐一个吧，比如说、稳健一点。对。这你会发现吃这个也是一只眼，对，吃完之后还是没解决正经问题，嗯，很尴尬，嗯，所以他这个次序呢走不着，要能走着的话很想点，就是可能这个地方还是黑棋的子力太多了，对，黑棋子力太多，总是有点这个缩手缩脚的，放不开手脚，嗯，药业这种地方特别强，嗯，我个人感觉啊，药业的这个。就是他这个局部的能力特别的强、哦、啊，就是局部的计算对杀这种吗？还是我觉得更主要还是他棋形，就是他对这个棋形非常的敏感，就局部你见不着他下什么失误哦，妖夜在这个局部定型中几乎就没有失误，嗯，还是厉害，对他很厉害，嗯，你像这种次序啊，怎么走得着走不着，我们可能像我这种水平的，可能得想个事情，我们就要纠结一会儿，对，纠结好一会儿，哇、嗯，这个能不能点我呀？我就很害怕，嗯，啊，可能得算一会儿，或者至少是得反应半天，他、嗯、特别快，就这种东西特别快。接下来什么变化就门清，嗯啊，所以说他都敢下这种职业，他敢下是，嗯，像我们就觉得这个好像是不是太俗了？万一人家能搬怎么办？对，看着这断点也挺多的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他厉害的地方。嗯，确实是，这个十月就没有办法，现在是俗贴。十月也厉害，一会儿我们可以看这个情况下的非常精彩，这个、非常精彩。嗯。断，他这个时候由于不能点，他就只好是断的。啊，断两下，但是这断两下其实是很损，很损的。断完之后尝了一下。嗯，其实我是看下来，我是觉得这个棋白棋是不可能便宜吧，不能行。哦、对，我觉得这不太能行。就是感觉上好像哪儿都在被黑棋控制住了。对，他全都撑住了，然后你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这样下如果都能好的话，就是我是觉得真的得质疑一下围棋的理论了啊，这个那十月太厉害了、所以说具体我感觉哪招棋不好呢，现在看来的话，如果一定要深究哪招棋不好，可能就只能说这挂起来不太好，对，这还是从源头找起，对，从源，对对对，这个棋理可能不太符，哎，你说这个下下来看上去双方也都是挺必然的哈，嗯嗯，药业这贴你又不肯尝吗，对对，你就作战，那作战这个也不敢点怎么办呀，就只有出头，嗯，但是他这个结果大家可以看实地有点损，就这样让人家尝了、这个、太舒服了，黑棋围的、还是关键白棋没什么这个跳了两下，嗯，跳了这个长有感觉，把黑棋撞得非常的铁。对，关键是白棋这个俗完之后啊，它效果并不好，啊，不是说俗完之后就把黑棋吃了，如果一下棋筋吃了，那 OK， 那你厉害，嗯，对吧？这也不是这么回事儿，还是就是味道形状都还不是特别好。对，这个不对，他这个下法，我觉得还是得质疑他一下。质疑一下，嗯，虽然他是世界冠军啊。对，就是还是我们觉得这个地方可能有待商榷，对，嗯，不太行，不太对，我还走完之后震了一个一起靠，靠是一步妙手，嗯，我感觉这个靠看着其实有点为他担心，这能成立吗？如果靠是一步妙手，这靠如果你不走靠的话，你就只有尖尖，那我压一下，不走靠就只有尖，嗯嗯，这样的话呢，接下来白棋吗？可能会选这种清零的处理。哦，先冲。嗯、对，因为这个地方啊，它几先手，它这个局部来说已经完全走好了，没有任何的缺陷了。嗯。然后接下来这两个子呢，就可弃可取。因为你如果直接跑，就是也不用把自己走得很重。对你对黑棋这块没有威胁嘛、嗯？你直接跑的话，这个太无聊了。你在黑棋的这个大本营里面作战肯定是不行，嗯，但你要说这样气呢，人家可能还不见得去吃你，对，人家可能也要出头，啊、嗯，所以说这他就干脆就是无视这两个字就行了，嗯，主要是黑棋的棋形其实并不好，嗯嗯，然后他这个地方由于有了挤呢，有一些味道也都被他补上了，我将来想跑的时候就跑，想气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开车推过来。嗯，
就可以了。对，给他的选择比较多。所以这个棋呢，尖是很不愿意下的。那你不尖你没法下，这个拐出来这被人家一拐，嗯，也是难受的很。对，我估计十月可能是看到这个局部啊，他觉得黑棋可能不好下，然后他就选择了这个俗手。对对对对对，他俗也就俗了，觉得能接受。嗯，但是这招棋一出，恐怕这个，我觉得这白棋心都凉了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招棋靠太棒了。你如果还是准备气的话，比如做这个，这个跟刚才天壤之别，直接插手棋了，对，很干净吃的，对，嗯，这个你这边什么都没有了，对，你可能挂都不敢挂回来，你只能从外面走了，嗯，所以这个太紧了，这招棋特别紧凑，嗯，就不让你轻易的脱身，轻易的气。那是不是赵老师还是你刚才说的，就是陈阳叶这个局部，他厉害，对对。特殊的嗅觉，就在这个地方体现了，他这个反应特别好，嗯，这个时候呢，要特别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就是说接下来下面的一些变化吧，因为大家可能，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卖关子啊，说是不是这条线为什么好？大家可能现在最想问的一个问题，对吧？我们要解释一下，怎么办？对，打这个，又开始了计算，哎，这个不能断，对不对？争死了，就打吃。怎么回事啊？长，这看着好像就直接是要对杀杀气了。搬，接下来我这个粘上的话，征子是征不掉，对，征不掉你，我直接收你长四对三，那我只好延气。哎，你这个太厉害了，你这招棋是这个。高手的感觉啊，就是藏在这里隐藏着的一招，如果下出来、这个太厉害了。为什么讲这个棋呢？如果普通的感觉啊，我觉得是我当时第一感看到这儿的时候，我觉得可能就是气，就算了啊，或者气了拉倒了，这个地方贴过来，这样好像也还行，收两下，看上去也好像也马马虎虎吧，马马虎虎，对，凑合，这可能先挖一下，不知道便不便宜，然后把这粘上，把这粘上。哎，大家看，其实白棋吃了半天也就十目棋，对不对？也就这么回事了，黑棋再拆过来，可能看上去也还行。我觉得如果真下成这样的，黑棋的确也不坏。对，也可以接受。也可以接受，但不是最厉害的。对，不是一击致命的。对。其实我这个也是刚刚看了谭笑他们的讲解之后，跟谭明人偷学的。啊，那你这个不厚道啊，你这位先生。我一开始也没有太看明白。我们学招，你是先学了招再来的。这个我们不是很，我们这个搭档之间的这个不是很默契啊，这样的话，是不是？给大家看这个猴的好棋。啊，这是谭明人的招是吗？对。这猴什么意思呢？我但能明白他什么意思啊？他就是说你如果贴，如果贴的话，一长是绝仙，那他再把你贴住你就死了，他延出一气，黑棋延出了一口气，这我们收气就不摆了，就管吃了贴就死了，对，那我只好顶住这个气，对，你这顶住的话，这个好像不行，这我好像能挖出来了，对，你挖出来了，这边两个断头，你只有补，那我这粘这个地方是带着，我这一粘啊，这个地方是带着双将吃的。对，所以说这个白棋就无法阻止黑出头了。嗯，那黑棋一旦出来，白棋就都死进去了，那肯定不行。对，对吧？所以说这一棋白棋好像已经没招了。对啊，好像看起来也没什么好办法了。你这个地方打吃呢，这能行吗？这好像那是不是就要转换了呢？是不是我有可能把这地方有个冲？这可能是先跑一下，再这地方冲掉。这可能就实地的收获也非常的大呀，把这都吃了。我可能也就不走了吧。这里面好像已经死了，这里面是做不出眼的。而且我将来还能获得一个引证。我就这样走一下。对，这还能再走一个引证的话，这个地方好像多多少少是不是有点棋啊？就是脱仙之后吗？也没棋。局部看上去是死了，就是这个点啊，这点好像是剑河。这个顶是不是先生？
顶我就打吃，顶就打吃，那就没起，那这个地方，那这个有点惨，这白棋全死光了。对，这个不能选择。嗯，死的而且干干净净。嗯，所以说这个厉害，这个一弯之后，你是无论是从这儿收气，从这儿收气，还是打吃，这都不行，就崩了，这样一下就结束了。对，这个他们其实都心里面看到这个靠的时候，都已经计算很清楚。对，所以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一靠之后你是气也不能气，嗯，啊冲也不能冲，因为你冲了一下之后啊，这个冲一下巨损，巨损如果这个不走被我粘回来了，这个、在这个地方的话，这刚才这招就完全没有任何作用，对，这就是伤，对，嗯，太损了，不能冲，所以说只能，那怎么办呀？就自己跑，对，那自己跑的话，人家一接，这个我觉得有点。白棋有点下得丢人啊，这个下成这样，我是这样感觉的。嗯，主要是不是还是因为接下来黑棋还给了白棋更惨痛的教训呢？就是他这个棋形上面，对，还没好这个地方，所以说总的来说，白棋的这个俗手大全，俗手连发，希望这个棋迷朋友们还是不要学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经常说一句话，就是说这个俗手啊，看谁下。啊、哦，对，要分谁啊？嗯，如果可能是棋友大家下呢，就是俗手。那冠军下的呢，就是他有臭也有臭道理。对，不是臭道理，就是他是可以说叫做俗金，哦、或者说俗而有力。他有可能一会儿还就是能把他这个问题给兜回来。对对，他可能现实是俗了，但是他就是解决问题了。嗯，有这种说法。对对对。但是目前的结果来看呢，他是俗也俗了，问题也没解决。啊，那这个就是完全不能那个学的一个，不太理解啊，不行，这个白棋还不太对、对，主要是自己还是没有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啊。接下来他好像还是走个这个，对，他这个时候如果要是说还是跑的话呀，黑棋可能走什么靠一个，对，靠或者跳，是不是他这个太重了？他觉得这个太重，这个就算靠吧，靠完了之后呢，很简单，下一手我这个搬过来你受不了。啊，那我就得你这几下没活，这被我扒过来，你要继续往墙上去，不知道撞多少个，还得这个撞一百下，这个墙撞钟一样的去撞，对，就肯定受不了，效率很低啊，你还得硬，你不管是退还是退，估计只有退，这个可能还过分，这个有点俗。那我就把这个搬过来，我搬一下。嗯，这个黑棋棋形太好了，而且白棋这个头是争不过来的。对，我感觉这个跟在你的脚后跟上面，对，你不能贴，那你就是接下来你可以预见到的，就是我从这儿这条线哗哗就杀下来，把白棋驱赶到黑棋很厚的地方，对，这个、然后黑棋方向上，对，黑棋在这边又形成了一道后势，然后白棋这个毫无作为，白棋的这个阵势，对，这是可以预见到的一个结果哈，对，这个不能下来这么重。对，这个不能硬跑，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问题，这个子儿啊虽然变成三个了，还是不能硬跑。嗯，那清零的，嗯，尖冲，尖冲，他这个尖冲还有一个意思，一层意思呢，就是说他想期待着比如说爬，那就要再顺势吗？就跳过来还是长，这爬可能他还是飞不过来，就是说某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是怎么冲两下，你要硬断他呀什么之类的，就是如果黑棋在这里用墙的话，对，用墙的话呢他是很欢迎的。嗯，这样，嗯，他这就顺势比如说多贴几个，嗯，哎，他这就把这个头抢，他就算不贴，他可以走在黑棋的前面，对对对，他要把头一定要从这个方向争过来，嗯，才行，这个呢是他的一个意图，或者说是以某种方式飞过来他也是可以满意的。嗯，但这个时候呢，黑棋肯定也不能让他轻易如愿。对，我觉得这个陈阳也非常的，应该说犀利吧，还是敏锐，都可以。接下来的这个几手棋里面就体现了，再冲。嗯，这个是要命啊，这一招，要白棋的命啊。这个只好挡上。这一箭。哎呀，这时候就发现问题出来了。只能挡啊，对，硬着头皮也得挡。嗯，还有一狗，这一下不要紧，他就问问你，你这两个还要不要了？你这两个兄弟还是不是你家的兄弟？对，你如果不要了，那我没问题。那这个我就把棋筋就抠吃了。我估计他还不一定吃，他可能还先在外面走。哦，他就是有了这个的后门。啊，对对对，他先问你一下。嗯，那我将来随时留着吃。嗯，这个外面的下法就完全不一样了。是。嗯，那这个当然不能行啊，这白棋一无所获呀，如果你粘上的话，对不对？对，你这三个又白跑了，对吧？对，就是变得越来越无聊，这个地方走的，对，只有挡，只有硬挡。
这就他也不给你一个天下劫就出来了，来虚的，就是直接扑进去。嗯，扑的时候我还不能马上提，我得打一下。对，你提的话，这个是被我当劫财了，对吧？哦，这样一打，我如果现在一沾，那这个劫恐怕你就完了，我就可能要起立了。嗯，那你就没劫财了，全局没劫。嗯，对，嗯，你如果不沾的话，你要是消劫，那我可以吃在这儿。对，可以，那个得起劲。大家仔细看看，这个棋如果消劫，我吃在这儿了，我不是提这俩了。嗯，那实战呢，他又得打一下，不能，对，他得先打。这个打本来是劫财的，对，这就是他很痛苦的地方。对，这打一下本来是劫财，没有办法了啊，他没招了，只能走这个，沾上，挺惨的，然后再提，再提。他确保你现在不能再打了，再打这两个字他就不要。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的。这个黑棋现在贴，也就是说，其实这个时候现在黑棋找什么劫，白棋都不能硬了。对，这个地方，这一旦提过来，白棋就没劫了，嗯，就全死了。嗯，贴这个，他现在就是消掉黑棋搬。对，这个其实鸭月下的也蛮简明的，他也可以考虑先贴。哦，把你贴中。对，贴两下。然后再弄，再他肯定是有判断吧？对，我觉得这个很满意了。对，嗯，把你这三个子给你扳死了。就像这样，白棋是不太能接受，感觉。对，好像这个子马上刚才尖冲的这步棋也得赶紧处理了。嗯嗯，他处理手法很有意思。是靠的。你如果扳，嗯，对啊，这个棋我就想扳他呢，他是不是要转啊？转到外面吗？搬这个，这个搬其实就是两种下法，一种就是搬，一种就是断，也只有这两种可能性。对，对于这个搬的应对，对对对，扭断，两种可能性呢，其实说白了都是棋子，都是这个腾挪，对对对，像这盘棋，我觉得它有可能外搬，外搬的可能性，就是转到外面去，对对对，它是要这边的方向，因为这边已经是不毛之地了，嗯，太厚了，黑棋吃了，对，没有价值。那这边呢是一个尚未开垦的一片土地，对，他一定要把棋子转过来。对，实战黑棋就是长，这个，黑棋选择了外面。对，嗯，黑棋推一下，先压，这个特别老老实实的把你吃掉。这个吃本身就是有一手棋，对，不然的话人家去断啊，外面骚扰你很讨厌，嗯，所以说这底下他就都给你了，没关系，很厚实。嗯，立一下这个白棋，等于就地做活。嗯，搬这个。对，这个看上去白棋吃得很爽，是不是有这种感觉？但其实这里面目数也不大。哦，对，就是可能还要被黑棋有一些借用的东西。对，比如说我们就举个例子，比如说黑棋在这儿走一个。啊，他要渡过，那我得阻渡。对。坚住。如果阻渡的话，他这个。这边就是有各种官子吧，渡过了啊，对，渡过了，嗯，你再走的话他就给你一断，嗯，这个能成立吗？我就，但是不是有一扳？嗯，这个一扳，嗯，即便你有长沾，嗯，好像哦，那这个手段还是不成立。对，就是有一个从一路的那个收气的手段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嗯。不过黑棋爬一爬，这种肯定我觉得应该可以吧？俗爬一爬，就是不知道便不便宜。对，这个就是出了棋呢，但是不知道便不便宜。这个他会立吗？啊，这么狠！我如果那你长了扳，可能有棋啊，就要渡。就是。但确实不一定便宜，就是说杀出来，我估计白棋也只有跟你转换吧。就是。我现在这样吗？嗯。哦，我就走不到，就你从这边把我这子吃了。对对对对对，这也只能这样，这冲出来。哦。这个虽然冲出来白棋损失不小，但是这个都裂了。对，黑棋的损失也挺大的，应该马上应该拨一下。对，马上拨一下，但总之这个地方实际上，它目数也没那么大。嗯。这个地方呢，将来黑棋就算，搬粘总是先手，这边还能搬你。对。这目数也没那么大。所以说这个棋，白棋看上去吃的挺多的，其实这个，效率很一般啊，非常一般。就他这个拐啊，是绝对的先手。不过现在他马上就拐了一个。嗯，对，就是白棋也算把这儿处理好了吧。嗯，他这个拐，我觉得就是明显的优势心态。
这个棋明显要也有优势，松一点了，选择的就是不是说要在重拳出击的那种。定型就是这么说，优势的时候干一件什么事儿呢？啊，把棋盘变小，对不对？简化局势，简化局势啊，定型。那劣势的时候就是相反，对，要那个想办法开拓更多的这个棋盘上的东西。对对对对，你让这个棋越来越看不清越好。对，他这个棋显然是让棋盘越来越小，更看得清，对吧？简明了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些手他都不想了，他先拐一个。嗯，这拐肯定是先手。对，但你这拐呢，肯定是目数上是不便宜的，可以说是目数上明显是亏的。对，黑白棋。我是觉得这个棋就是它还是优势意识，要不然它这个不应该走啊，就保留吧。对，你不走，你也不怕白棋从这儿飞吧，对吧？这都吃成这样了。对对对，那就先走大的地方算了。对，但它这个拐嘛也没什么问题。嗯，简明简明，而且它有下一手啊。对，它是看着这一招。嗯，对。逼过来，逼过来，它还是要发挥自己的这个后势。嗯。震。嗯。这接下来就又很有意思了，对，他也没有像我们一般这种通常的考虑是不是就围啊，对，就把这块围上。那这个围呢，其实他就跟着你，接着你这个走。对，白棋也好像自己的这个阵型也好像有一些呼应。就是怎么讲呢，我们有一句这个俗语叫做后势不为控，对吧？你后的地方跟人家薄的地方，你们俩对围，大家想想谁的效率高？亏了，对，就亏了。我后势这个地方我已经下了十几手，经营出来一块后势，嗯，对吧？我围了二三十目，他这个薄花花的就几手棋，然后也是跟我一起围，他也能围二三十目，那我是不是太亏了？效率就低了。我前面的这个棋干什么去了？对，所以说呢，他从这个道理上来说，他肯定是不愿意对围的。嗯，是，嗯，他就选择了这接下来，对他去掏你。掏空是一拖，我感觉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感觉真不好对付的感觉。是吗？嗯，他、这个、你是想里搬还是外搬？其实不就两种下法。对，就是看到这个，如果说他仅仅是要掏我的空，我觉得我还能接受，他如果就这样子走的话，这样是不行的。给大家讲一下，对，如果白棋就是黑棋，如果就这样活脚，我觉得还可以。这个活脚呢局部就亏了，这个活脚局部就是一个，而且是亏不少的一个棋形啊，就是本身这个定型就是黑棋不好，这个定型就是亏了。嗯，这个定型大家看，黑的五个，白的六个，白的就比黑的多一手棋。一手棋，嗯啊，这有点像什么？星位点三三定式啊。嗯，这有点像点三三定式，但点三三定式呢，它还能爬，这边它目数也多一些，对，这个头也没封住。你这如果被人拐回去的话，这就没法看了，对不对？这跟那个有点大同小异，有点类似，它这个有点类似，比那个好一点，比那个稍微好一点，但是就白棋没有那么厚，嗯，但它的那个目数是非常少的，黑棋基本上五六目，对，而且这个手出来，而本身你点三三就是亏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大家肯定都知道，没有人上来就点三三，上来就点三三肯定亏的，所以说这个棋呢就亏了，那这两招交换更亏，也亏，对，这两招交换更亏，你这个撞到人家铁上了，对，撞到人家后势上，对。就被人家这个弄下来，基本是不能跑了。嗯，他如果活脚肯定不是他拖的意图。对，他不能考虑活脚，他拖呢就是搞这个纠缠。他就是要断。嗯，这个纠缠呢，就是说大家可以这样理解啊，嗯，不是说什么场合都可以这么下的。嗯，首先他这个拖断呢，不是这个是场合下法。对。啊，但是为什么他这个时候选择这个呢？就是跟白棋这个地方的选点有关。啊，白棋如果你是靠了退的，大家注意，黑棋这个下法一定是不成立的。对，就是如果白棋的联络是很坚实的，对，很坚实的时候，黑棋不会选这个下法。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下法最简单的，人家一打吃，嗯，只有长。啊，他一打，你就死进去了。脚上就没法活了。对，而且你这个死进去啊，还跟一般的死不一样，这个连借用都没有，这个你连什么收气都没有，你长，他不是可以走到外面？对，他不是缩回去，他可以跳出来。对，你已经死了。这地方是没有任何借用的，就是打了冲这样的棋其实也没有用，都没用，什么都没有，嗯，就是已经干死进去了，对，没有气，对，所以说白棋如果这边联络好的话黑棋不行，嗯，但这盘棋呢你这边是刚好这样的，你如果这走出来的话我就打了一尖，对，就把你彻底分断，对，这个就是从战略意义上讲啊，黑棋从这条线把这个白棋分割出开来，嗯，它这个价值就更高了。对，接下来你就不知道下多少单关去往下连。对，白棋就得赶紧处理这个子了。嗯嗯。而我这边呢，我
就是弃掉一点，通过木薯稍微损失一点哈，那我这个突然之间变成了薄漆当后饰用了。对对，我这几个破子儿还有很多的借用。对，瞬间我就当后饰去供你了，这个有点受不了。对，所以说他这个是场合下法，他就是因为刚才的白漆震到这里，所以他要在这儿。对，这也是药业厉害的地方，我们之前讲过，它特别敏锐。对，它有这种。那你一瞬间的这个缺陷马上就来。对，那白棋的下一手是不是也似乎是个必然？对，它只有推在这儿了，它得加强到这边。嗯嗯，然后这个时候呢，黑的下一招就更厉害了。对，这个好像是连环组合的感觉啊。这一串下法简直就是，我觉得看着、信手拈来吗？也不能这样讲、头晕目眩嘛，看得我简直是。但是是非常漂亮哈，对，非常漂亮，行云流水的感觉，就是、行云流水，大家可以去仔细的体会一下、这个我们世界冠军是怎样的风采。对，这个可以细细品味，细细品味，这个是有非常的妙啊。对，他下一招呢，这个地方他不动了，对，为什么不动呢？因为这个地方他其实有两种选择，他现在保留，一种选择就是打外面，就弃掉实地了。对。啊，就比如说挡啊，这种都是先手，都先手，我总得、对，你总得走，啊，对，而且这个地方将来呢，可能有点味道，尝了这拐先手，所以有点收气的一些味道，看场合可以选这个，对，他就是求外面的时候，对，求外面的时候，求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可以打这个，我只有长，那他这个最臭的一长也能活，也活一个角，对，活个角是没问题的，对，所以说下到这儿呢，他这个地方是保留变化，当然还有。某种情况下哈，还有另外的变化，就是他可以打了之后长巧啊、对、也是一种，对，这个可有可能是弃子，有可能弃子，有可能是这就是这边如果子儿多的话他吃你、对对，要吃白棋、也是，这里有很多借用，对，总之这个地方他有很多这个先手，有很多借用，有很多种的选择，对，他就先不走。先不走呢，这个时候大家注意，这时候不能不走，我走这个那不行，那这个就有点搞笑，就不连贯了，不连贯了，不连贯，人家那补你就什么也不是，对，没用。这个时候不走要下得紧凑，就是说我虽然脱先了，但是我是一直揪着你，对，让你脱不开手，对，我脱手可以，你不能脱手，你这一脱手了我就亏了，对，下得很紧，靠在这儿，靠，这就是典型的问应手。啊，看看你的态度是什么？对，就是让你其实不能在这儿跟我用强。对，比如说，如果我搬，啊，我就想说不怕你呢，这个一段我，哎呀，我马上就感觉很紧张啊。这里也有，就是摆摆变化试试。对，比如说我先，就什么退一个。退一个是。起长一边。对对对对对，退一个呢，我估计他就长这个算了，可能。哎，长这个是不是长这个还争不掉你是吧？我觉得赵老师，你打了什么挡一个，我就感觉我可能要有问题了。打挡是吗？我感觉这个比较简单的是吧？因为你这个感觉上，虽然我不想走的那么直接。对对对对，我是觉得这种地方是先手。这个这好像可能次序上需要斟酌一下哈，可能次序上需要斟酌一下。但是我觉得已经不好办了。这个子我总不能也给死了吧？对，这个而且不存在吃大头鬼的问题。你这个拐完之后是一个底下是一个气井，有点麻烦。我觉得麻烦，白棋如果说硬要这种反击，其实是给自己找麻烦。对对对对，不能。总之这个地方啊，我们是粗粗一看哈、就是觉得这就肯定有戏。对，那么这个因为黑棋变化太多了，黑棋可选的可能性啊太多了，所以这里边只要稍加斟酌，这是白棋是肯定是，对，像他们这种水平的选手也不可能这样子、对，还是要这个时候就是该忍耐的时候也只好忍耐。你要退这边呢，他就一样，他是搬，对，这是你还是不敢断，就这个意思，他就欺负你一下，对，所以他实战呢是长在这边，对，他退到这边，心想的让你这个地方的借用好像少一点，对，但是这个，但最起码我这种地方还是绝对先手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是绝对的先手，底下有吃，哎，我觉得黑棋真是啊，靠一个，对，这个手段层出不穷，然后再靠，这个太精彩了，虽然说。没有完全看懂吧？这个感觉就是他到底这个能收获到多少东西？
对他这个，你就说具体的摆变化，就是说那个现在我们要问你了啊，那个比如说这赵世群，你给我们一个解答，你说这个他靠一个，他是想下成什么图？对不起，我真说不出来，他想下成什么图？嗯嗯，但是只能说这个当然，我相信药业他自己心里是有数的。啊，但是我们去看到这个变化的时候，你一下让我说出来他想下成什么样子，这个是很抽象的一个问题。对对对。但是我能给大家讲一个道理是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棋是在白棋的阵营里面作战，对吧？或者说不叫作战，或者说是在这个定型。对。啊，黑棋呢是可以，发挥你的想象力去折腾的，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儿。嗯。总之呢，黑棋的这些下法，即使亏他也亏不到哪儿去，但是他一旦找到一个点啊，就是说他能够有收获的时候，对，他一定是非常便宜的。嗯嗯，对，所以说这个棋的一个比较，我觉得吧，像这种招法的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说你只要在对方的阵营里面你敢下啊，然后呢尽量要下得轻，嗯啊，给自己留各种各样转换的余地，对，那么你一定是不会亏的。是，就是比单纯的去打入啊，肯定效果要好很多。对，你单纯打入你不借劲儿下的话，你是被人家攻，你是反而是很重。对，这是一种很紧凑的一个战术。对，他这种下法呢，你看上去哎呀这么厉害，就跟我局部纠缠，他并不是这样的，他反而是一种很灵活的思路。对，很轻，他随时都可以弃子去转换。是啊，嗯，总的来说是这么一个构思。我觉得这个下法真的很棒。嗯嗯，这个白棋现在呢，搬的这个等于是在这儿就脱先了。嗯，对，白棋可能也有点晕，我估计，反正我看了之后是很晕。嗯，我们白棋可能也有点晕。就搬了一下，搬了长，然后他就小尖。嗯，这个小尖也是很紧凑，十格流，感觉上是。本手应该是走到这儿，第一杆好像是扎丁。对，看他小尖，挡下来。对，这肯定黑棋不能跟他硬了。嗯。白棋就接上了。嗯。这个接上呢，就是怎么讲？这里有断点，总是要补了。对，嗯。那他是希望把你这个气也撞紧，不断的同时撞紧你的气。嗯。那黑棋搬这个。他就跟之前的这个思路又连贯起来了。嗯嗯，白棋搬上。这个白棋啊，是这招棋太大了，他太想抢了。对。嗯，不过怎么讲呢？你白棋虽然说也算是转了吧，转换了，但是这个棋，黑棋的目的是完全达到了。对，就反正把这里破掉了。对，而且黑棋这个很舒服，走了搬的长，就是棋形也很饱满，很舒服。对。现在黑棋是下的非常狠。其实他本来这个地方走走吃了或者吃了，好像我觉得就可以满意。对对对，这在白棋阵营里面这么舒服套的。嗯，但他下得很更狠啊，他是打入。这个而且是可以成立，这个让白棋。这白棋就是被压缩，要感觉被整体的力。那退一个还是先手？只要吃。嗯，再压过来。我觉得看到这儿的时候是。这个棋啊，是黑棋明显优势了。黑棋这个地方好像感觉作战整体还是挺成功的。嗯，对对对，黑棋是占了便宜了。嗯，这白棋只好连。嗯，他先粘了一下吧。哦，先粘一个。嗯，顶过。对。这样子。黑棋跳了一个。这地方黑棋等于先手把白棋的这个模样全都给压缩了。对对对，大幅度就变成了二路控。二三路。嗯。嗯，接下来白棋是走了一个什么次序？白棋是在这儿点了一个。对，他希望黑棋粘上。啊、嗯，黑棋靠一个反击、嗯，这种靠是很常见的，就是把你靠重。对，大家有时候不明白什么意思，看这个高手怎么都这么下，他是干什么的？对，我觉得很多棋友会有这样疑惑。就首先呢，他是就是大家这样去理解，如果你粘上的话，那他点就便宜了，对不对？嗯，嗯你粘这个是单关。一目棋没有，他点在这儿呢，对外面多多少少有点用。里和外的一个交换。对，嗯，那靠这个的意图就是说，他不让你轻易的走着。对，啊，他让你不能够马上争得先手了。对，如果搬他就断，不管你搬哪边他都断。对，啊，这样他一断之后呢，你就发现这个断点你是进不来的。对，你就被这个地方反而被他给抓住了。对，你就纠缠了，在这个地方纠缠住了。嗯，
那你如果冲，你不管冲哪边，它就再粘上。对，它就使你变重了。它等于就夹着你一下，把你变重了。哎，这个就是一种高级的战术。对对对，但其实你说理解它思路挺简单的，怎么样把它用好是很难的。对对对，有的时候真的是容易弄巧成拙。对，你不适合的时候乱靠那不好。对，一般这种靠大家掌握一个规律，都是在自己比较强大的时候，你不愿意被他占着这下便宜，你就靠他。那你自己本身就很弱，人家本身就想点完了之后继续走跟你作战呢。而你这靠他，你一般来说是自找没趣。对，就帮人家走了。对，更简单的说，你可以这样理解，如果点完之后他是要脱先的时候，那我尽量就靠他。对，就不让他这个先手的意愿达成。对，如果人家点完了之后本来就要攻你的时候，你就小心点吧，尽量别去靠他。对，你这靠可能是帮人家走棋，人家这攻起来更得心应手。赵老师这个解释还挺，我觉得挺易懂的，通俗易懂。对，大家以后可以试着这样去思考。靠了白棋也就没有马上走了。黑棋搬，黑棋连搬，这个打这个地方也不能吃它。白棋就打了一下，上面打了一下，脱先了。因为这个地方你呢，这很尴尬。你如果单粘呢，它搬一下就便宜了。对。你再吃，它可以退。对。啊，这地方它就不走了。你如果先打一下，这是可以的。等打一下再粘。之后再粘的话，它就长。又觉得有点损。这是大损，这不是有点损，这个明显损了。你就最起码这底下损两目，底下损两目，上面损一目。损一目。但是不算，且不说这个什么其他的味道，是，所以说呢，他这有点尴尬，他实在呢干脆就外打，就争个先，对，争个先，但我还是觉得呀，他这个下法是，就是不好，白棋吗？我觉得应该是不好啊，这没有什么道理，这更不可取，应该是，那就是忍耐吗？就是刚才说这个，我觉得还是可能还是打一下吧。打一下再粘，争个先手吧。于心不忍，但是也还先忍了再说了。先忍了再说。因为这为什么这个不好呢？因为再看这个，首先你目数上没有所得，你除非将来把它给断了，不然的话这个子是没有任何用的。而且一旦黑棋这个地方它加补一手啊，其实有一手棋价值了。对，这个一旦什么地方补一手之后，它这一断，你这个反而亏了，你就打外面这一下反而是送了人家一下。对，是你这断之后，其实白棋目数是很亏的，就被黑棋断。所以说这个棋我觉得打一个可能他也是有点着急吧，可能形势不是很好啊。他觉得这边还是整体被一个便宜了，被这个陈阳叶下得很，他就希望在外面可能就多个子儿，将来要弄你，就是有可能有点借用。对对对对对，还是形势，他就定型到这边了。断，这肯定断哪边吃哪边。对，在上面吃这个劫其实挺无聊的，这个黑棋是永远不会怕白棋的，就是，双方好像都挺轻的啊。对，黑棋呢就悠悠的走了一个哪儿，我看看，立了一个，是不是？对，立。嗯，问白棋应手吗？悠悠然，白棋粘上，反正他得走一手是肯定的。提劫粘上。他就忍了，跳一下。对，飞，这个可以看出你这个打一下多损呀，现在是，然后走完这个之后，走完了跳之后，它是在这里定型了吗？没有，黑棋先搬两下。搬了退。嗯。这个刚才说白棋没有多少目，这张要被人家收。然后再把这补了。对。黑棋还是下的很简明的。好像就已经马上好像进入官子了。对对对。嗯。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客观来讲还是黑棋很不错的。对。现在就进入收官。白棋又断了一下。这断就是问应手，问应手。嗯，他也是保证这个现在打是绝先，对，然后也让你难受一点。那如果你单提呢，他有可能就补在上面，或者说他单提他就补一个，也不便宜，没什么大用。这个呢，他断完之后保留这个打和提的两个先手，如果收官他就提，如果上面有用就打，是，反正不亏。对，那这个不重要，接下来他点。
接下来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这一代的。啊，这里、这一代有故事。黑棋是点的时候呢，首先黑棋如果粘的话，它是不是就白棋就会把它给断了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哦，就是请到了一个引征，是有引征吗？对呀、啊。对。嗯。对，刚才本来是直接被征死的，现在这断的话呢，其实还是有点讨厌的。嗯。断，因为这产生了一个断点。对，这有断。嗯。所以说这棋呢，黑棋还是不能轻易的让它给断掉。对，他要选择了这个反击。嗯，他反击的下法是从哪儿出来了？好像在这里，这儿。嗯，这儿是吧？嗯。对，他这个是要这个位置。接下来他要贴过来去弄白棋。嗯，白棋一定会是，他也没有马上贴。白棋就把它给断了，不客气了。哦。嗯，这地方双方就突然好像这战斗站起来了。对，好像就是一言不合又开始了。嗯，对。他贴，没走到外面。对，这时候白棋不能再不走了，再不走人家要拐过来，这是全死了。对，要联络。团那个。跳。啊。先把自己的联络弄上。黑棋白棋接。嗯。黑走，那这个时候白棋这已经走重了，他就不好断这个。对对对，人家这个不要了。对，所以他现在就转而跑这个。从外面走。棋顶。长。嗯。不过现在突然之间，黑棋好像就变成一块两块。对，黑棋两块，有看上去有点问题，但是白棋呢在这儿打吃，是吧？对，现在他吃了一个这个的时候，黑棋突然吃了一个这个，这个时候呢，黑棋就比较有意思，黑棋回头是岸了。对，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判断形势点目的话，黑棋比如说把它粘上，这个白棋只要是吃不掉黑棋，因为他吃不掉黑棋，没什么所得，对，他就不知道是在干嘛。嗯，所以说，就如果白棋没有什么好办法的话呢，是黑棋目数是明显好，对，要领先。这棋黑棋目数领先，不过我估计药业是还是对石哥的力量有所忌惮呀，啊，有所忌惮啊。那是场均一条龙，这盘棋还没实现呢，对吧？拿这个开，就对啊，只有这条小龙现在是有希望的。那可能第一感是这个里呢。这里，但是他就跑这个对小尖出来，似乎还挺畅的这个头。虽然这个打吃是先手哈，嗯，但可能看上去离家蛮近的，嗯，嗯，不知道他的担心，不知道他怎么担心，他或者是点在这儿，哦，有没有可能直接给你就封在里面？有点可能。不跟你客气，如果我这个地方没有就是出头的路的话，但是这个棋啊，还有一点就是说黑棋如果。这个是，比如说这个是先手的话，我怎么走次序走好？你冲我退，比如说这样，我跳，我跳，比如说我这个是先手的话，我如果必须要粘的话，那我这个就最笨的我就活了，啊，就自己做眼，对，同样一走就活了，那这个你如果不走的话呢，我这外面一冲断，白棋是不是不见得扛得住啊？有点薄，对。所以说，我是觉得这个棋应该就是从理论上来讲，应该拼一把吧。对，感觉就这样。而还有一点啊，如果他这个棋如果他能直接杀你的话，他其实跟那打就可以打一下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。对，基本上是没什么关系。对，就如果他要封你，还是可以封。对，反正你这地方走，他这个也是绝线，以后再走。这个棋呢，怎么理解呢？你可以说是妖夜他判断，他觉得形势还不错，说不定他觉得这时候是个呛死，就正好是个机会。但我是感觉这个棋还是拼一下吧，粘上这个好大啊，这招这好大好大，这个提示先手的话还是挺大的，总之这个他走了个这儿，然后人家点了一下，这个就是太强硬了，是个太厉害，他们两个人你如果要直接走的话呢，这好像有危险，这黑棋飞过来，是不是这样一飞过来你就够呛。 是我这边连着这个地方的有点弱点，所以说呢，他趁这个黑棋没走好之前啊，因为黑棋在走的时候他下这种就来不及了，人家只要笨笨的把你冲断你就死了。对，他先走这个，先走这个呢，就是说他的意图是，如果我要是冲这个的话，他要弄就留下了这个余位了。啊，他不是留下，我估计他直接就来了。哦，马上就走了。对。对，这一打吃是先手。他跟你拼，这样，有可能你吃不掉他这两个子，你这块棋怎么办？很成问题。对，有点怕。所以说呢，他这个即使被你先动手，他还要搞你，这也太厉害了。机敏。
杨烨这个时候也闪了，就是小尖。那么这边就弱一些了。他发现这边就没有危险。嗯，他们就提了。嗯，这个收获巨大。铁柱，顶一下。这个就是太厉害了，我只能说是，嗯，这我看了，我觉得这大跌眼镜啊，可以说是。对，感觉是一种好像是送死的姿态。嗯嗯，我眼睛都快跌下来了，我感觉这个跌都要跌出来了。这太恐怖了，这棋下的顶一个，我们还是看看吧，别、嗯、别在这光光卖关子，对，光耍嘴皮子，那顶个八，嗯，大家品一品啊，这个棋的味道。他是把黑棋的眼位全部撅掉吗？啊，你如果走这不行，这吃了一吃，这很简单，棋不够，走这个，打一下。对他先手把黑眼位，其实他目数也不亏，他顶下，其实他目数这样交换他也不亏、嗯，因为他可以挖进来了，这个地方，对，嗯。然后呢，他再把这连上，对，这样呢，接下来他这个地方好像一弄过来的话，黑棋还够呛，这一点过来，黑棋这个暂时只有一只眼，对，黑棋很危险。嗯，黑棋是不是提？哦，没有，他是。所以说我当时我就看到这儿，我觉得这个棋精彩，哎呀，太漂亮了！吊叶这个地方的腾挪，这个局部的腾挪是精彩无比。对。然后呢，十月是抓住了这么一个机会，瞬间的机会，这一点麻到药业的神经了。是的，这个，你要粘上不肯，反击就瞬间就变乱了。之后，我觉得也利用药业这优势心理吧，把花，然后又下出了这一顶的这个妙手。十月他的中后半盘本来就是非常强的呀。药业也不弱呀。啊，对对，棋逢对手，两个人就精彩就不断嘛，给我们感觉。对对对，嗯。但总之感觉这盘棋前半盘的药业发挥应该是比十月要好。对。尤其是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啊，下完俗手之后，黑棋的这一靠、嗯，很有味道的一靠，大家要学习啊，这个是，棋形的一个好感觉。对，你看上去好像是怎么下都可以，但是其实这一靠是决定性的一手，嗯、这个局部有了靠，白棋就不成立了，可以说。对，嗯，所以实战白棋就亏不少。那接下来，我觉得黑棋可能这拐这有点优势意识吧，走的。但是这一串的表演又太精彩了，连环击。连环，嗯，对。然后白棋呢是这个体现出这个十月力量，嗯，啊，太厉害了，这个点你抓住这一瞬间的机会，是这个局部就给你搞得对，天翻地覆的。是，嗯。所以我当时看到这儿，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非常细的局面。对，这地方还是白棋便宜了，对，收获非常大。接下来就是这个这盘棋，现在目前已经是结果已经出来了，对，结果已经刚刚下完，嗯，对，所以说接下来还有很多很多手术，对他们的这个小关子了开始，对、嗯、我们其实也就是让大家领略到这个最最精彩的精华部分，嗯、对对对、嗯，关子部分也非常的精彩，嗯，那就。没有办法了，因为我们时间有限。对，时间的关系，因为一会儿呢、嗯、还要给大家再带来一盘也是非常非常精彩的另外一局。那么这局先给大家说一下他们的最后的结果，嗯，是这个白棋最后呢是半目获胜。哦，嗯，十月最后还是逆转了。对，还这个、嗯、厉害，非常的精彩吧？最后也是半目获胜。嗯，嗯那么接下来我们在一会儿休息一下之后呢，会给大家再带来另外的一个对局。那么希望大家也是一会儿再回来收看。那么我们就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。